太极起势啊，预备，慢慢做啊，好，哎，好，慢慢降哦，蹲下来，重心压到左脚，右脚转动45度，重心再压到右脚，左脚抽起来，上步，压出去，这是左棚。我们接下来要做右棚啊，好，重心继续往前压，把你右手包起来，准备要往前棚，啊，这是右棚，好，左手搭上去，两手一起动，捋。在身体的前边，两手贴合，挤，两手分开，转向前方，按，好，扣步，右脚扣。顺势绕一个弧拉起来，左脚抽起来点地，二，这是单边，好，左脚扣内扣，这个时候两只手向内包夹，伸出来，就是提手上势。好，我们从这里接白鹤亮翅，啊，一，脚尖踩下去，右手往内，左脚也收回来，右手从外面拉起来，转正，是白鹤亮翅，啊，一。沉肩坠肘啊，这是第一次，是右手沉，左手扶。第二次，左手回带。好，三，这是左搂膝腰部。好，后脚上半部。前脚的脚尖翘起来，接手。来，这是手挥琵琶啊，注意这个手哈，要有这个感觉在。好，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做一个左搂膝腰部，一、二。左脚外摆45度，右手下沉，左手包起来，向前按出，这是右搂膝。再来一个，右脚外摆45度。左手下沉，按出去，左搂膝，对吧？好，刚刚连续这三个啊，就叫做左右搂膝腰部啊。三个做完以后，
就接手挥琵琶，上半步脚尖前脚尖翘起，脚跟着地，又挥了一次琵琶。好，接下来左搂膝腰部又一次，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一段里面的搂膝基本上就做到这里了啊，总共做了五个啊，总共五个，其中有四个都是左搂膝。我们从这里接斑斓锤啊，一左脚外摆，重心往前压，右手放下来的时候，记得掌心朝外，握拳了，绕了一个大弧翻锤。就是斑斓锤里面的斑。好，把脚压下去，左手呢这个时候一点一点的往右边压啊，往右边压，往右边压，这个过程就叫做拦。弓步踏出去这一拳就叫做锤，斑斓锤。左手外插，上翻，两手都变成阳掌，变成相对，变成朝前按出去，这就是如风似壁。好，右脚动一下，这个手啊也不要太高啊，就从我们的额头，最高不要超过额头，抱过来，十字手吸满以后呼气，好，先调息一下。这个打拳最重要还是体会啊。好，十字手啊，好，一的时候重心先压到右脚，左脚内扣，左手向下放的时候重心拉回来，这时候一边转身，你的右脚就挪到后方啊，右后方45度。然后上步，这时候是吸满了气啊，然后吐出来，这是抱虎归山。好，右手从下面接手，接完了之后捋，在身体的前面贴合，慢慢挤出去。挤完了以后，两手分开，前肩坠肘，从这里慢慢按出去。这又是一个揽缺尾了啊！好，从这里要接肘底看锤，右脚先内扣，左脚在外摆。接下来右脚踩到定位，左手托住，右手抹拳锤，肘底看锤，这里接哦。好，到脸喉，我呼气，第二个吸，呼，第三个吸，呼，
好，我们从这里接斜飞。你要当头。右脚抽回来点地，左脚内扣，两手顺时针绕弧，身体蓄势，向右前方跨出。这是斜飞。好，重心拉回左脚，两手又是向内包夹，伸出，一手上势，从这里接白鹤亮翅啊！右脚踩实，右手包过来，左脚往前收，一上一下，转正，这里就做完了。白鹤亮翅，我们再来一个左搂膝啊，一，沉肩坠肘啊，二，左手回呆，三，呼气，好，我们从这里接海底针，一，二。站通背，一先起，二踏弓步，把气吐完，这是站通背。好，铁身锤，一，两手一起回来，翻锤。是第一次翻锤，对不对？左手探出去，这是一个过渡式，其实就是后面的白蛇吐信。右手绕一点点弧度，接了一个大弧，这是翻，第二次翻锤了。接下来就是拦。又是锤，那么第一次打完半轮锤的时候，记得我们就是接揽雀尾啊。好，这个揽雀尾的第一个左膨啊，在这里被简化了，就这样，一，这就是它的左膨了啊。二，这是右膨，从这里接搭手，两手一起捋，贴合挤，分开，按。这样就打完揽雀尾了。你接单边，一，左脚要抽起来哦。这时候左脚是点地，二，这是单边，从这里接云手啊，一，慢慢做。一定要记得腰胯哈，二，他们叫松腰落胯，三，或者叫松腰坐胯，四，所以身体一定要屈下去，五，六，乖呀宝贝，这时候右手。顺势拉起来，左脚抽回来点地。我要在饭店吃饭。从这个地方再打一个单边。我吃完了。好，单边打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七个腿了啊。
从这里开始接，第一个先探马，靠近胸口，旋转探出。这是探马。接下来出左手，准备跟右手同步抱。好，起来之后，右分脚，对吧？好，把你的右脚落地。落地的时候，左手靠近胸口。再做一个探马。别玩别的游戏啦。好，右手抱过来。这游戏都骂人游戏。让两手同步抱起来，向左前方，又是一个分脚。好，做完以后转身蹬脚。什么？接下来向我们的正左方哦，蹬。好，接下来左手拨，右手按，这是一个搂膝奥步。好，从这里接，一百步，二，这是右搂膝，三，慢慢做，把注意力往下放，腰腿不要悬着，一定要往下松。从这里接，摘锤，一百步，二，上步，三，这个握拳了，斜斜向下方打出去，这是摘锤。接下来是铁身锤，一。两手收回，这是第一次翻锤，探出，玩蛇吐线咯。猫咪很喜欢在这个处。右手伸出一点点弧度，绕大弧，第二次翻锤，从这里接拦，锤，这就是斑斓锤。这一次的斑斓锤呢，要接右蹬脚啊，左脚外摆，两手画弧，身体蹲下去再抱起来，右脚要蹬，蹬啊，蹬完了之后，两手从身体前面收回来，靠近腰际，向左前方，左打虎。好，前脚扣步，方便你转身，两手收回来，身体整个转过来了，踏出去的时候就是右打虎。小宝，这样爸爸会踩到你，乖。好，右打虎。喵喵，那我们还要再一个蹬脚哦，来，重心拉回左脚，再抱一次，又是一个蹬脚。这样的气球，这边这样的气球。蹬完之后，收回腰际，向右前方，双峰贯耳。我叫小兰。好，从这个地方啊，从这个地方，右脚呢先摆一点，才能方便你蹲下去抱。这一脚呢是左蹬脚，先把那个捡回来，转身再抱一次，这是最后一脚了哈，第二段的最后一脚，再一个蹬脚。对吧？蹬完之后就是你们所熟悉的斑斓锤咯。好，两手一起收回来，顺势绕一个弧。那个我帮他重复。
这是斑。我很自然，我是猫咪。蓝。灰。我还没脱水。如风似地啊，好，左手外插，翻成阳掌，阳掌变成相对，再向前按出，好，十字手抱。收回来，吸满，呼气，注意力往下松，好，调息，行吧。